真好啊！哦，我淡薄感伤，蛮感伤。通常在还有我的另一半在台上陪着我，那你试想一下，如果今天晚上叫我一个人站这边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他熬不下去，拿出来。所以说你说你不要唱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说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台上单飞的时候，我也是会怕的。你可以的，因为你分量够啊。意思就是我不会啦，我说你不会，我说你分量够了，我的分量够，谢谢你的夸奖。来，今晚上很开心，阔别这个新加坡的歌台一年哈，整整的一年。那今天是来，为什么会来再回来站在这个舞台上？因为今年呢，我们将会在9月20号开一场明珠姐妹辉煌告别40年演唱会。那么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呢，就是来站台的哦。那么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呢多点支持本地的艺人。这场演唱会呢，将是我们的这个制作费高达10万，10万块。那希望说很多朋友呢都跟我一起长大，有一些看着我长大的。那唱完这个9月20号的这个演唱会之后呢？朱丽英，我将会从此退出歌坛。不是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明珠姐妹将走入历史。对，明珠姐妹将会走入历史，成为一个历史。因为从今以后，9月21号开始，就再也没有明珠姐妹了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目的呢，是来这里站台呢，来这里做事。那么希望说呢，大家会喜欢以下为你安排的每两首歌曲。那么说，等一下看完我们唱歌之后呢，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，我们会在右边啊。那里架丘别家哈，右边这里呢，我会有海报赠送，然后在这里帮你们签名做纪念哈。那么公馆料我们的演唱会的这个东西哈，还是要唱歌，对，因为我听说已经 overrun 了，好不好？来。